第一局比赛开始，许昕发球，0-0。0-1。好啊，1-1。1-2。2-2。2-3。3-3。3-4。5-3。5-4。4-6。4-7。8-4。9-4。
4-10。好啊。5-10。10-6。11-6。寻找机会，没有轻易，没有太好机会的时候，就是不仅长得好，给你照一照，你就带，不用拉手，对吧？带一个，带一个。第二局比赛开始，新兵发球，0-0。0-1。1-1。1-2。2-2。3-2。3-3。4-3。
4-4。4-5。6-4。7-4。4-8。4-9。9-5。10-5。6-10。11-6。一想冲就完，一想冲就被人防备住了。对他接力接的巨快，我觉得球的质球的问题。来，给他们动来动去，肯定不行。然后你拉球就。
你感觉行的时候你就先出去，防守先出去，不管谁俩全加摩擦。啊，兄弟，这么大，咱这目标就是一局，啊，赢一局，啊，自己的想想可以，然后上场没招可防，挖的时候就尽量中间反手挖住，别轻易给他扔，一下子就是爆帽子。啊，咬咬咬，别啊，你要掉到海海。第三局比赛开始，球球球，许昕罚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4-0。5-0。0-6。1-6。7-1。7-2。2-8。3-8。8-4。
9-4。9-9。9-10。10-6。10-7。10-7。谢吗？全是一个点子，拿不去了。能啊，我就你这你为什么老拿重点嘛？第二个，八个反手他下来，然后反手进那里给一个点，就给别人扫，你那一点都不少。他一来你觉得一传，但是进那里全部扫，点太少，传一个还不少。时间到，第四局比赛开始，新兵罚球0-0。0-1。2-0。2-1。2-2。2-3。
4-2。5-2。罚球5-2。3-5。4-5。6-4。7-4。4-8。4-9。10-4。11-4。比赛结果，许昕4-0胜。